活机智、幽默风趣的施工，秉持公正廉明的信念，审查所有案件，宽厚仁爱的康熙皇帝，以仁爱民、君王风范，有清朝好皇帝之称。施小红行侠仗义，身怀绝技、天真浪漫的她，是个见义勇为的女侠。黄天霸，天地会领导人，武功高强，技若扶倾。10月16日，敬请收看《施工奇案》，就在台湾戏剧台。